阳光先生阵容强大，救援 CP 客串，场景悲壮却又不乏美感。阳光先生这部电视剧由最强编导组合金恩淑、李银福三度联手打造，讲述的是新未央扰时期乘坐军舰来到美国的少年，以美国军人身份重返抛弃自己的祖国朝鲜后，邂逅朝鲜精神支柱两半世家的大家闺秀，然后两人坠入爱河的故事。这部剧是由李秉宪和金泰梨主演，而且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是非常强大，仅仅是在刚开播的时候就有釜山行反派金义胜、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配角金秉哲、太阳的后裔进酒、金志远、David McKinnis 等大咖集结，不得不说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用心的呢。据悉这部剧为了打造枪支弹药、士兵战争等等的大场面，制作费也是花费了不少的，而且也能真真切切的看到效果。在战争场面切远景，即使重金打造的炮火，为了美感镜头也不会只落在烟火当中，而是致力于将场景拍得更加悲壮，真的算是非常大的场面了。而且这部剧不仅在韩国播出，更在海外近200个国家播出。剧中的男主身世十分的悲惨，很小的时候就被迫害致父母双亡，迫不得已后来逃到了美国，因为对国家充满了失望。回国后他也绝不承认自己是朝鲜人，女主则是出身于贵族，父母都是朝鲜革命者。救援 CP 友情客串，因为内部人员的出卖很快就领了盒饭，女主也喜欢看看国家政事。